我的名字叫徐华阳，我家住吉林古城门。我今年50了，我搞这个唢呐，到我这是6代传人。我从小跟着父亲六七岁就学这个唢呐，当着娘的穷，上学是上学，但是那个家庭贫困，想着吹唢呐，就想跟着吃大戏，跟着吃的好的些，就都逃学了。而父亲呢，是教我呢。 慢慢的，一把把的教，一个个的抬，一个个抬。俺父亲俺那个哥哥们背着我，跑着，拿着，有红梅西施，风雨无阻，老百姓也认可这个事儿。他一听，清脆好听，你换成木杆他有的不欢迎，所以这个技巧很难，跟那些木杆都不一样。没有功夫，你这吹不好大，演这么好，音质掌握不好。这一个铜杆能出的五个调，从前那个学这个他没有缺口。 都是老的教的人念，哎，就是非得教俺给你念，啷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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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，他给你光念着了，那老的也不会乐的，到我这一代我也不会，你下边的小俺这小孩们都会了，俺父亲呢就快了快，按照现在这个经济发展，现在出去一天能背几块钱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到我这个下一代。 都传承不下去了。除了我，俺家里还传承这个事儿，剩下的年轻都不干了。1996年落实的咱徐传承，当时落这个徐，咱怎么叫徐艺？徐武这话也怎么叫徐武？俺不懂这个事，咱接受不了一般的。这就是俺开完会儿，咱的文化馆的馆长那宋馆长，怎么叫这个东西？叫这个徐武，像我以前都是拜老祖宗东西传承下来继承下来。